避免引起其他无必要的麻烦，请大和尚以尊位法师坐第二驾船，阿伯大人以我坐第一驾船观过，犹如大人哦。天官大人啊，大和尚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我只是尽本分利益呀。你诛心化缘之间浓，比心利他皆如同。情愿共同团离分离如中离如中，大和尚请师徒师兄，我拢是良心寺的沙弥，想请求大和尚。师父，阮早就知影大和尚要东渡团结，只是无想到时间来得遐尼紧。令其他的人先求助。东渡团结已经耗费了五十一年的光阴了，十一年确实是真紧啊！这几年，阮伫寺中听大和尚说法，内心永无不已。大和尚东渡以后，可能今生今世可能未阁再相见，阮再也无机会得到大和尚的训诫，所以阮请求大和尚为五顶义结慧缘，为阮修改。大和尚，请为阮修改。恁身为沙弥，敢讲唔知影？团结必须爱先有时间报单，搁有开戒单，准备三衣、白裤、经律等诸多繁重事宜。即马哪有可能为恁开单受戒？
师兄，阮福部无缘再聆听大和尚的教诲，请师兄谅解。大和尚就请你答应阮吧。受戒是一件庄严力量中的大事，咱都要认真对待。佛法也度有缘人，大家拢有缘，那安尼就当下修戒呀。感恩大和尚。如果出行得行，您应该是我在中土最后一次的修戒了。感恩师父。沙弥戒的重点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、不着花瓣好用道心、不过目观天、不做固定大创伤、不毁时事、不求千金银宝物，这拢是咱应当都爱去遵守的呀。是。因为你走啊，上爱你，你也走啊，也我有人。
全部领起来！这千金的罪都好伤眼哩。杨瑞，杨瑞，我想就在此，与大家告别。叔父，家就定了，我扶你来边仔休息。叔父，进来看，进来看，头前啊就是萨摩啊，咱到位啊，到位啊啦，到位啊嘞，萨摩，真正是萨摩，师父，咱总算要到日本啊，咱总算要到啊，到日本啊嘞，你看，到位啊，师兄，你看，师父，咱要到日本了，师父。前行。
感情带互相，敢够啊？是啊，也敢毋是讲对三毛出发，啊已经正侪工，为何到即马也未到位啊？夫妇夫妻请放心，代表互相一行住在三毛电话，一路上该受着保护，我想。感情代表互相，应该是万民听闻，大地明，吉多吉安用，济欢迎，花树子。天皇太上皇皇太后感情大德和尚已经到寺门口来啊，快请。是，有请感情大德和尚。师父，这就是东大寺。是啊，足庄严的。请感情，机会好欠天皇，圣母太上皇，光明皇太后，大德和尚感恩，求闻大和尚圣明，今日将伊相见，此生不憾。大德和尚，你为日本国历经种种的困难，六道同行，相目失明，处境处境，功名主，英雄名将。大德和尚，我替日本国百姓感恩你的慈悲，请诸位原谅感情。相目失明，无法一一辨认甲回应，但在我踏上日本国土，我就知影，我会将我一生所有的心血，拢付诸于一片你的土上。
感恩大德和尚慈悲。大和尚，地主前来护用了。这个声音是？师父是普照学兄。普照，大和尚。上之心，可安天地，可护万民。地主在此，但好多事了。好，真好。众生安宁。现在对东条来的感情比方为大真多，不但此，天皇还阁下令以后所有改规定，拢爱听伊讲真诶话。这